气累了，就用沉默代替一切。我不会问，不会提，难过了，心痛了，就一个人不停地走，用沉默代替一切。我不会哭，不会笑，累了我就会消失一下。失望是人对自己最深沉的叹息。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好？为什么我做不到自己的期望？当我如此真实地应对自己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再也没有资格对别人失望。智慧女人不会让油盐酱醋改变了生活的味道，优雅女人不会为了生活放弃了自己的品味，美丽女人不会让容貌的衰老而改变以前的誓言。即使时间带给你的只有沧桑，不要抱怨，只要你愿意，都能够活出自己的本色，自信高雅。我们要想改善自己的生活，改善自己的命运，首先第一个条件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这是改造命运成败最重要的关键。如果你有怨天尤人这个念头，你的命运就改不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